好啦，我哋又下一个动作啦。今次呢个动作咧，我个人认为咧，亚洲嘅女性球员啦，其实包括男性球员都系好少好少会做到嘅急停。如果你見咧外國嘅球員咧會做得易好多嘅，因為我始終我哋亞洲人嘅體格就係咧上半身個比例係會比黑人球員會長，所以咧當你咧一急停嘅時候咧好難會停得到嘅，所以我哋一定要練好我哋用核心去停。第一樣嘢咧，我哋做咧亦都係做 push cross 嘅起動，不過咧我哋前面咧先加一個咧，好啦，咁我哋做翻同一個動作，左手大波。然後壓右左去壓停，再轉翻過嚟，然後射波。明唔明？再睇一次啊！嗱，彈彈壓右左去壓停啦，壓停呢一下咧，記住我哋係一二個波一定要喺你呢度。如果個波喺前面，你就中前啊，你就所有力喺曬呢一度。所以我哋就係追翻個波之後，然後用核心壓停，壓停嘅時候你一定要彈起。第一射力，第二換步再過嚟，再射波，清唔清楚？嗱，我哋試一次，慢慢再試一次啊！前半 part 你一定得噶啦，拉拉壓右左推壓停過翻嚟射波，兩下啫係。右手壓停一次，我媽起個人，好準備，係做翻啱啱個動作 ，cross， 一停，嗱冇停過啊，未加速，因為未加速，再嚟 ，go， 拉拉 ，go， 推壓嗱停啦，呢下爭少少啊傷啦，嗱記住啊，壓推，一隻腳前一隻腳後，係啦，壓壓落去。壓彈起轉過嚟，係啦 ，good， 你試下用50% 速度開始做，拉推停嗱，呢度開始咧，你記住我哋咧睇一次啊，壓我哋呢度一推壓停嘅啦，呢個位置已經即刻轉埋個步噶啦，明唔明白？係啦，推壓停，係啦 ，good， 係咪發覺未停過呢準備 ，go， 係啦，good， 係 good ball， 然之後 good shot， 再嚟 ，line， 拉壓推壓停，嗱呢下唔得啦，壓唔到啦，係咪啊？嗱，記住你推完都冇問題嘅，記住我哋臨尾壓嗰陣時咧。盡量在這裡發力，我們就是壓下去，是的，盡量呢腳在前呢你可以保護到那個運球，因為為什麼我們要急停，就是敵人在你前面你過去不了，明白，所以我哋就係一發覺敵人喺前面急停，然後再轉翻向，我哋就係轉向再 push cross， 明白？右手再 push cross， 壓停，係啦，嗱未壓到停啊，因為個步未出到去啊，記住右左壓停，推，係啦 ，good try， 燕姐有停啦，壓到停啦。推，系啦 ，good， 嗱，
兩位而家咧，即係呢個速度應該過唔到人。如果你個速度過唔到人咧，你個急停嘅效果咧，亦會差一半。我哋大約係幾時急停？假設阿燕姐 mark 我，我哋大約幾時急停咧？就係過到一半先至急停，你先至 fit 到佢嘅。明白，我哋要有急停嗰下，所以嗱，你記住，你唔使好高速度，但係一定要爆出去嘅感覺嘅，要爆出去嘅感覺。OK， 所以呢一下壓完 cross 壓停射到。明白嗎？你壓得停就會射得到。你一壓停的時候，你個人其實防守呢，因為你失了半位嘛，你是去那邊。所以我一壓停，你應該都還在那邊。如果再加上回來加 side step， 你一定是慢慢射的。side step， 明白。再來試一下，加速啊，加速壓停，哎，鬆了。記住我們推前之後呢，不要拍第二下了，第二下就運球就執停了。推壓推壓停彈過來的了，明白？推前就彈過來的了， push cross 完就壓停了。推是啦， good good， 彈起試浮一浮啊，燕姐，哎，沒停到，沒停到，但是個人仲係斜緊過呢邊嘅。嗱，女性係難啲㗎，再睇一次啊！拉壓右左推壓停轉翻過嚟，然後射波，明唔明白？再嚟啊！推壓落，係啦 ，good ball！ 哎呀，臨尾向咗前射波 ，finish 啦！係啊，阿平要改射波，哎，未停未停。嗱，點解你會轉到向呢？因為對你嚟講，呢個大約 30% 速度嘅啫。嗯。你未加速嘅，你記住，我哋一定要係衝咗出去，壓停自己，明唔明白？推，係 good ball， 啊 ，good try， good try， good try。唔係，你唔好拍住個波先，記住你唔好拍住個波先。你係左手推出去，右手停，左手推，右手停㗎啦。明唔明白？唔係右手拍波停啊，拉彈起彈 push up 壓停彈起啊！記住，燕姐第一下一定要彈起。你其實呢一下咧，你咁樣停嘅話咧，如果你真係比賽，你出咗 90% 力咧，你傷㗎啦呢一下。而家只不過你未發力啫。記住我哋衝出去咧，你啱啱係咁樣就即刻轉翻過嚟咧。其實你所有力量咧集中咗喺呢度。如果我哋要咁樣轉咧，下堂我會再講嘅。我哋係壓 push cross 三四個翻嚟，我哋應該係咁樣過翻。三四個翻嚟，我自己自稱為三四步啦。我哋係一定係 boom 咁樣過翻嚟嘅。OK， 就唔會一步過翻嚟，一定係兩步，因為嗰個都係有急停。我哋要做到而家今日做到嗰樣嘢係記住，我壓 cross 壓停，你個人有少少 lay back 翻自己壓停先，然後彈起轉向再射波 ，go 壓停彈起啊！記住要彈起啊！呢、這個對你腳腕好大好大負擔。係啦 ，good ball 阿平 ，good try 係射，哎，終於射啦 ，good ball。燕姐到你完成埋佢，你做到噶，系阿燕姐做得好好啊，嗰步会弹起满足嘅，记住你要弹起啊，推，唔好收力，推，压停，弹起，系 good， 好啲啦，有少少弹起 ，good shot。
好啦，辛苦兩位啊，又完成一輯教學片啦。今日我哋咧就練咗幾個步伐啦 ，push cross 嘅運球啦，同埋急停步伐啦，呢啲都係針對女仔比較少做嘅。少少。做到嘅係少少難啫。OK， 我哋下次再講其他。完。